一开始。先前慢点。你们给我死完了，还不让养个小姐？哎呦，养个小姐！哎呦我妈！哎呦我妈！卡什么？你试的挺真呐，知道了吧？你先去那个副台上去搜。真的吗？那个副摊那个上面是一个上面是一个，哎、啊、对，他先给你钱，哎呦我的妈，疯了！三二一，开始。哎，没事吧？哎呀，疼啊！还能走路吗？哎呀，你扶着点。啊，一点都别快湿了。慢点。来，坐。哎呦，坐。我跟你说，我认识个老中医。看，停，道具。伸直，肌肉绷紧，来看。哎呦我的妈！谁让你开的？三二一，开始。嗯？哎呀！不是导演，这……哎呦我的妈！道具啊！道具啊！哎，大爷，来，看看。哎呦我的妈！道具，你俩真是。三二一，开始。梁子，我们就请吧。咔，停。哎，你在这干嘛？新人就寝，你入过吗？你别笑。啊，我也可以演戏吗？心思去掉，你演到差不多。哎呦我的妈！没事儿，收工哥请你吃面。三二一，开始！站住！来看看告示，来，后边来跟上。告示，咱去一趟。停，说词啊！不是导演，他的词儿。词儿怎么了？告示，咱去一趟。道具，你别笑。去他妈的！春时宴会之际，有一儿童走失，有知情者上报开封府，赏银5000两。哎呦我的妈！导演，你没文化。你有文化。